有勇士可以在大众的面前表现这样的一个舞蹈精神。如果你不是勇士，你绝对是没有那个机会在大众面前受到大家的祝福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都是因为有猎过人头，有猎过山猪，还有猎过熊的，才可以上台表演。所以今天的精神，他们只是在学习这个文化的传承如何发扬。希望嘉木的英雄的精神在台湾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，让我们的台湾的精神能够因为有嘉木这样的一个代表，让我们借这个年货大街，也谢谢我们的长官贵宾们的莅临指导，这样的祝福，祝福大家年货大街，这个成功愉快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委员的助理蓝宝大。